亚历山大鹦鹉寿命。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，鹦鹉是一种特别淘气的动物，不但可以学习人类说话，还可以训练它和人类互动，比之其他动物来说趣味十足。其中最常见的鹦鹉类型是亚历山大鹦鹉，它作为人类的朋友，究其一生能陪伴主人多少年呢？想要亚历山大鹦鹉更长寿，精心饲养是必不可少的条件。比起猫猫狗狗最多十几年的寿命，一只普通的亚历山大鹦鹉能活至少20年以上。亚历山大鹦鹉脾气温和，对主人十分依恋和亲密，因其体型较为庞大，更需要为其准备专门的架子，最好再绑上几个玩具供它玩耍。平常主人要是有耐心，可以经常和鹦鹉互动，训练它们简单的说一些话，还可以训练它们做一些小把戏。要知道最长寿的亚历山大鹦鹉可是活到了50岁，好好饲养，让它陪你变老真的有可能。小贴士，亚历山大鹦鹉寿命在精心饲养的情况下能有至少20年以上的寿命，最长寿的亚历山大鹦鹉活到了50岁，它体型较大，但是脾气温和，对主人较为依恋和亲密，可以陪伴主人很长时间。